我们海南县是首届作为开创者、作为探路者，首先正规化的管理，嗯，我们各方面的长期训练过后摸索出来的方案呐、啊，跟我们搭载的舰载机啊、稳定兵啊，包括两栖装备，已经组织过了大量的训练，从战舰品牌这方面已经算是比较成熟。嗯，这些都是在向大家去推广。